嗨，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关于7月23号的音乐会呢，我们现在做一些音乐的示范。今天要示范的是《飞翔的梦想》那这个是算是安可曲的部分呢。那它中间有一些比较特别的地方，在长笛的第二部呢，我们把卡农的部分呢抓进来了。所以呢，这首音乐非常有意思啊、哦，待会听跟着吹，你就可以发现你会不断的练习到卡农的那个经典的间段。我们来欣赏这首《飞翔的梦想》。